箭是从这边扫。哦，拉下来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他出不去了。啊！啥也不会，只会躺。我应该就是那个水里躺着的，其实没准我就有优势。射，放。完了。不能那死转的，放松。好，到这儿，手比着，放手。别着急啊，放。不是放箭，是放这个弦，把这个弦放出去，它弹出去才可以。拉，放弦，对。不会吧？你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放，对。会了吧？妈呀！那天下第一笨就是我。你才是的。对。可以了，走了。来吧。走吧。哎呀！我这马要发飙了，我看见那个马我就疯了。我非常喜欢动物，但是你让我这样远处看行？你好纠结，我不能靠近。不是纠结，是从小就怕。哎呀，我亲娘啊，我好好吐吐。谁扶一下我吧，这个太高了。把右脚放在这里 ，please let her， 右脚这样放，对，还在上。没事，对，拉过去，对。对，可以的，吴昕。对，我的妈，太高了！你往后靠，他扶着你。对，你往后靠，他还因为抱住你的，稳住。而且你不要害怕，你害怕马会知道，你就安心的让他带着你。我去。啊！你看他跑好快，他回来。已经在哭了。没哭。西西，你的箭先不要对着马啊，先放下来，还没有出发。Be nice to her. OK. 我刚刚说让他对你好一点，他这样。OK， 好不好？好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慢点 ，slow， 啊，哎，慢点，没，欣欣不要叫，别嚷嚷 ，slow， 你就放松点，没事儿 ，OK， 来、啊。射到几个？哎呀，他快吐了，他快吐了。哎，你那形象能不能好点啊？吴昕，你那形象能不能好点？射了几个？没射到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妈呀，我看你们都看不清了，必须是这样，必须是这样。